预备。他活成了个笑话，捣乱了真假，配合我有一出戏，然后消失。你也是搞表演的，逼你作孽。越到底端越窄，两只鸡扒一定记不下。我死变态，干嘛呢？别挂了。激动，船崩就得死。那是一匹不自由的狼，睡在一张空欢喜的床。它是一只贼咬你的兔子，在用一种贼单纯的方式过完这辈子。他们没多少兴趣。首先警告，拿不出证据，彻底放松。从来绝不会到哪儿去。你的人生归我了。他是一匹不吃肉的狼，睡在一张空欢喜的床。他是一只贼。再用一种最单纯的方式过完这辈子。你这哪行？你这个表演没有层次，没有层次的表演就没有意义。你眼睛太小。我变得高贵，变得高贵，变得高贵，我变你个鬼。The free。怎样变得富有？我虽然是真正从肢体上体验角色。有些人塑造角色的外形，怎样变得成功，变得成功，变成被人拉满的弓。有些人干巴巴的念台词，怎样不会太快，不会太快，至少不比精英们快。有些人只是把表演当作一种虚假交易。到底他妈想我听